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各位同学大家好，又是一个愉快的周末，又是个 beautiful Sunday， Saturday and Sunday。 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点在这个我们的英文版还有我们在海外的海外论文们堂堂将迈入100集，转眼真快。今天将要播出的是99集中文版，因为单数版本是中文版，双数版本是英文版。不知不觉各位上网去看看，我们透过这样子就光是这个中文版英文版在海外的海外论文们就已经超过了8000多万的点阅，就是他从这里一个影片在过去的99集向外散播的，包括中文版跟英文版跟被转介的，有8000多万次的点阅。这个不可不谓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力。那为什么现在美国的英国的主流社会跟主流媒体都还没有进入这个议题呢？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快了，真的快了。这是蚂蚁雄兵的力量。其实过去不管是水门事件也好，在英国的这个格达费的儿子这个被涉及捐助换学位，或者后来斯里兰卡的这个总理的儿子普雷马达塞，这些东西都不是主流媒体爆出来的，都是经过了很久一段时间酝酿期非常的长。最近发生在矽谷的这个 Bad Blood 恶血啊，这个 Elizabeth Holmes 这伊丽莎白福尔摩斯，这个曾经被誉为是矽谷最伟大的发明家，美国只要数得上名号的人没有不替他背书，没有不买他的股票，没有不成为他的什么董事代言人的。而且呢美国的杂志纷纷把他选为50大100大什么10大最有名的最有潜力的。这个叫做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花花轿子人抬人嘛。可是你看看现在，当他在陪审团面前没有办法再遮掩他的罪过，被起诉之后墙倒众人推啊。所以我说蔡同学真的不需要得意。宇宙正义学院的同学，我们在布袋里被闷着打啊，闷着打，打到变成通缉犯，你也一定都，你也千万别难过，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因为这只是一个揭发弊案的过程。每一个人呢，都在这里会得到上帝给他的勋章。好，还是要跟大家报平安。今天除了我们在海外论文们要迈入堂堂迈入100集了，因为99集跟100集是 pair 的，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英文的，所以你看我们就要迈入100集，这也是得不孤必有邻啊。因为我们在追论文们的时候，在2019年的年底，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素昧平生的朋友写信给我，透过 email 找上我。他说他11、12岁就到了美国，在美国待了40年，他说他实在是很难过，离开家乡40年，自己的故乡认不得了，他觉得这样子不公不义的事情在台湾怎么会没有人注意呢？所以他说我把我的这个小小的一个电视台，我的一个小小的产业跟大家分享，所以你呢就把你的节目拿来，我帮你做全世界的通路。不知不觉已经要迈入100集。100集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整整的2年，因为一年有52周嘛，每周在这个华雅电视播出一次，所以100集就播出了整整2年啊，转眼啊，我们迈向2年，向全世界用英文用中文发送。好，跟大家进度就是 update 一下我们的进度，就是我们出书的乐观的书，我们没有黄牛，我们一定会出，一步一步的再往前推进，再校稿。你知道越到校稿的时候有越大的工要做，而且常常这个工作呢会卡在我这里，因为我不看，我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也不行，都委托给别人，万一出了错，自己没看过，自己总会觉得心里良心不安。可是自己要看呢，速度又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来来回回的努力当中啊。但是我们的封面设计，还有内文的排版的版样、纸张、出版商、出版社啊，都已经选好了。所以这个是万箭齐发中的第一箭。恶观只是第一本啊，后面还有啊。你知道我们的素材随随便便就已经超过了400多页，这只是第一本超过400页，后面还有好几本在排队，还有英文的部分啊。原本我们打算先出英文再出中文，
但是现在觉得两个同时进行，那中文校稿校得比英文快，所以中文的版本应该会比较早出来，大家敬请期待。这本书我们没有要盈利的任何动机，我们就是要把这本书呢向全世界推广，要推广台湾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虽然四军统帅不公不义，但是台湾还是有一股民间力量，不信公义换不回。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做做广告，就是我们要来老板被通气又得欧米控，脑雾不知所云，赶快跳楼大街卖。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这个叫什么，为了生计福利社，果然是脑雾。好，为了生计福利社，我们现在在推两套帽子跟围巾啊，那两件就是帽子加围巾1450，维持我们惯有的一定的价格1450，为了纪念那一些可以指鹿为马的一群辛苦工作的网络文字工作者，所以我们取名为1450。各位可以上网去 Google 1450购物网，我们会出以我们家的吉祥物 Pico 为中心的，这是 Pico 啊，以我们的吉祥物 Pico 为整个中心设计理念的一系列的产品，欢迎大家上网认购，包括帽子跟围巾哦，真的很暖。好，讲到暖，对，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 Omicron 呢在我们家已经整个绕了一圈啊，前前后绕了快两个礼拜哦，真的，因为我们陆续嘛，我们家五个人再加上我小孩的同学六个来我们家临时暂住，结果你看他来暂住他也得了啊，那他现在回去他原来的这个寄宿家庭，结果他后来被发现他也得，他什么时候得我不知道，有可能在我们家得，有可能在离开我们家之后得，也许在更早之前得，因为他们篮球队最早被发现有人 positive 是在12月底，然后开始我儿子觉得头晕晕的，脑雾，然后这个塞尔维亚的同学也是脑雾啊。那我们当时因为寄宿家庭他们要出远门嘛，那教练就我们说能不能在我们家暂住个两个礼拜，我说没有问题，因为圣经上希伯来书上说要用爱心接待客旅啊，因为你会接待到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嘛啊，我们要用爱心来接待客旅。结果这个孩子也很乖，他就跟我们家小朋友一起念书，一起打球，后来篮球队的人有人得了，就陆陆续续就这样，也不知道谁传给谁。其实现在在美国谁传谁是所谓的传播者那已经不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在传播，只是有症状没症状而已。那这次的这个 Omicron 呢比我过去得过的所有感冒要来的顽强，不是强而是顽劣，就是说他就是会跟你缠啊，他就跟你一直缠，你觉得你好了对不对，诶过两天怎么开始咳嗽还是有痰，他就是这样子一个状况，可是他又没有造成你很大的困扰，因为他让你觉得他好了。可是你去测呢，诶怎么又是阳性，这是个很奇怪的一个反反复复。像以我儿子的例子为例，他几乎是没有发作的人，因为他没有发烧，只有倦怠感。那他说他喉咙有点痒痒刺刺的，我就叫他张开嘴巴看，我看到喉咙扁条线是红的，有一点红。那当然这个也没什么药，所以我给他吃了3天的伊维菌素，感觉上有好没好，有效没效我不知道，因为这既没有双盲，而且有很多心理作用，对不对？因为你可能本来就快好啦，那你吃了伊维菌素以后，你觉得说哦，你看爸爸给我这个药我一定好了，所以身体的这个机能就慢慢的变得往健康的方向走，或者是它真的有用我也不知道。那我自己也吃了4天5天，至少没有转重症，也没有变得严重。这个 Omicron 啊，我真的是最有资格来做这个卫教宣导短片的啊！大笨钟要看，国安局要看。我们家的状况是没有打疫苗的小妹9岁，症状最严重，发烧到将近40度，可是她却也是复原最快的那一个。当然这跟疫苗没有关系啦，这可能是他年纪轻嘛，然后他每天活蹦乱跳，他又是体操队的，每天在那蹦蹦跳跳，一尾活龙，3天发烧不讲话，
半夜一直嗨，第四天一大早就那就开始叫，你就知道好了。到现在已经好了一个多礼拜，已经是我们家身上最没有症状的一个。那我儿子呢也是，他的状况是我儿子每天打球，花两三个钟头打篮球，篮球已经变成他的唯一工作，几乎是读书是副业。结果他是我们家里面最早有不舒服的症状，因为篮球队有人感染嘛，那个是已经 back to 一月初哦，已经是两个礼拜前，快三个礼拜了。最早有症状的人，他跟他的那个同学暂住我们家两个礼拜，是最早有症状的两个人。可是他们两个呢，大男生体力好，没什么感觉，也没发烧，就觉得累累的，一两天两三天然后就没了。可是一直延续到今天17、18号，我儿子去测那个 antigen test， 从鼻子测还是阳性。所以这个病毒实在是有点奇怪，可是我儿子已经没症状很久很久了，所以还是不能上学，还是要在家里面。那医生建议说你要到空旷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你不能老闷在家里啊，你不能让家里面成为一个病毒再制养这个繁殖的场所，让那个空气在内部对流，造成了一个不健康的环境。所以医生建议，像我住在比较郊区，我们还是应该要到这个家附近空旷的地方去走一走。那现在这个 Omicron 的状况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像我说过，我儿子的同学就是这个塞尔维亚的篮球队的大帅哥，他呢走过了所有的历程，他在半年前得过 COVID， 来美国之后他得了 COVID， 然后很快的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又打了两剂的 Moderna， 打完两剂，他本来正要打去打第三剂的时候，就碰到了现在这一波的 Omicron 的流行，然后他又得了 Omicron， 可是 Omicron 在他身上没有症状，但是检验是 positive， 所以他在这个回到寄养家庭的时候，他又去寄宿家庭的时候，他又去隔离了快要一个礼拜。所以你看，在美国你基本上你是暴露在这个环境下，你要上学嘛，除非你窝在家里面。而且学校也很好玩，学校呢它的防疫是很疏松的，就是说你自己认为你身体不舒服，你要检测，如果你检测是阴性，你就来学校。好，那学校 PCR 检测呢要过两三天之后才有答案，一检测到有阳性，那你再回家，那这两三天不就传染了吗？可是如果要大笨钟的这种防疫方式，那全美国就 shut down， 完全通通回到家里面，都不要出门，因为感染的人太多了。好，所以现在在美国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难怪这个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说现在要开始全面解封，口罩也免戴了啊，也不用安全距离，完全回到正常情况，要得就得啊，我给你扁了啦。这是另外一种防疫的方式。那到底哪一种方式到最后会证明是好的，不知道。但是这个流感化，这个病毒流感化，这个势必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希望这样的病毒能够越来毒性越弱啊，那传播容易，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人跟人距离越来越近。回想过去两年，在没有病毒，没有这个 Delta 之前，我跟我太太在想说，你看我们去看看我们孩子的这个健保卡跟这个健康手册，几乎每三个月一定要上，一定全家要去诊所轮一圈啊，这是没办法，因为家里面有幼稚园小学的这个年纪的小孩，有初中的，有高中的，尤其是通常都是我们家那个最小的小妹九岁的，那时候八岁七岁六岁，通常都是她先得，每一个感冒每一个诺罗病毒每一个什么东西都是她得，她第一个得，然后进到家里面就全部都蛇鼠一窝，不是，这成语是错的，就这样子传染了一窝啦。然后我们一群人就看谁嘛，轮流嘛，大的得完小的得，小的得完中的得，就这样子绕一圈，然后每次去那个诊所就是五个一起报到，对不对？买一送一哦，就是五个张健保卡啪的一个出来，因为大家症状都一样，那只要学校流行什么，家里面一定会中，这是没有办法，这在台湾的就这样。那以前我们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癌啊，也没有肝啊，每年都要来个三四个轮流来一个这个病那个病。好，那后来因为有了 COVID 之后，反倒是健保卡一年是空的，诊所一年都没去，所以是因祸得福吗？
我觉得看起来好像这就是个大自然的法则吧。好了，进段广告之后，我们要来看看，海外论文第九十九集。第九十九集有很多重大的突破，特别是在英国这一端，我们发现了几个涉嫌参与这个案子琢磨非常深的人，而这些人很奇怪，纷纷离职了，离职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诡异。马上回来。假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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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新闻。2021年11月26号，伦敦政经学院的 LSE Council 正式对 ICO 英国资讯委员会坦诚 deny holding， 就是他们否认了他们拥有蔡英文博士的口试报告，打脸了总统府两年多来的谎言。尽管蔡英文的委任律师连元龙发出了四点声明，用隐晦的文字暗示蔡英文的博士资料应该保存在学位颁授单位伦敦大学，但是立刻遭到伦敦大学在 whatdotheyknow.com 网站上的否认。伦敦大学说，他们只保存最小的必要资讯，包括了毕业生的姓名、颁授的日期、颁授的机构、论文的题目。可以说，除了毕业证书是由 University of London Transcript Office
伦敦大学的成绩办公室保存认证之外，其他的资料通通都是由伦敦政经学院 LSE 保存。 LSE 确实应该保留大部分的博士相关资料，但是在面对法庭诉讼， LSE Counsel 的举动就像是止血一样，宣称没有保留相关资料，等于否认了法务经理 Kevin Hans 以及 Rachel McGuiles 供称不合常理的1983年10月16号星期天的口试日期与两位不可能的口试委员 Michael Elliott 还有 Leonard Lee。 而这两项资讯正是黄伟起诉彭文正教授的关键物证之一，现在却成为了整起论文门关键性的翻转，让调查团体抓到了扎扎实实的伪造证据。这两位同属于 LSE 法律部门的职员显然配合着台湾的国安团队，企图遮掩一场跨国的世纪丑闻。2022年论文门迎来了崭新的局面，首先是伦敦大学的资讯官员大换血。2021年的9月，伦敦大学资料保护及资讯法遵主管 Kit Good 辞职了，由 Susie Meerwether 来接任。伦敦大学这位 Kit Good 两年多来和林环强教授以及 Michael Richardson 交手数次，在调查的初期，2019年6月林环强教授还在进行独立调查报告的时候， Kit Good 曾经这样回复林环强教授：伦敦大学没有任何正式的1980年代的论文副本，在过去某个时间点曾经有记录论文从 Sandy House Library 发送到 IALS， 但是现在 IALS 没有论文副本存在。即便这个时候丑闻在台湾尚未爆发， Kit Good 的答复已经充满了警戒，他的答复形塑出一种论文遗失的情境，而非从来不存在，并且提出过去曾经某段时间 at some point in the past 有论文被送入图书馆的记录，这与 LSE 所谓的2019年10月8号声明调性完全一致，他们都在企图利用资讯不对等掩盖这个时间点其实是2011年的偷渡事件。这份第一时间错字与施方龙一模一样的 LSE 声明显然与 Kit Good 有某方面的关联。到了2019年11月论文门在台湾已经闹得沸沸扬扬，面对 Michael Richardson 的调查，Kit Good 成为整个伦敦大学第一个证实蔡英文学位的人。在台湾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他回复了 Michael Richardson， 他说伦敦大学证实蔡英文女士在1984年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并且注册为伦敦政经学院的学生，并且要 Michael Richardson 去参考 LSE 2019年10月8号的声明。这就是犯罪集团惯用的手法，用自己发的新闻稿去证明自己的清白。之后在 whatdotheyknow.com 的所有提问， Kit Good 统一用这样的罐头回复去回答所有 FOIA 的请求者。2021年6月11号 ICO 第一份仲裁报告出炉，也就是蔡英文委任律师连元龙所引用的四点反击声明。第35点， The University has told the commissioner， 伦敦大学告诉委员会持有论文考试报告以及当年发行的合格论文。以及第34点， The University had advised that， 伦敦大学表示他声称他持有蔡总统口试及合格记录，且可以确认已经授予学位。这份报告背后的主导者显然也是 Kit Good， 他也成为伦敦大学唯一一个对外证实蔡英文获颁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人，并且据称伦敦大学拥有蔡英文的相关博士口试资料。
正是这份 ICO 的报告，2021年9月13号 Michael Richardson 在 Tribunal Court 一审败诉。 Tribunal Court 在没有调查权的情况下，只能够依据伦敦大学的说法来做出法律判断。同个月份， Kitgood 完成阶段性任务，从伦敦大学请辞。无独有偶的是，做出这份 ICO 仲裁报告的另外一位主角， ICO 的讯息专员 Elizabeth Denham 紧接着也在2021年的11月份请辞。新的资讯委员 John Edward 在1月4号正式上任。2021年9月，伦敦大学新的资讯官由 Susie Meerwether 接任。面对大众的提问， Meerwether 女士不再以罐头资讯回复群众。上一集我们谈到了她答复了伦敦大学只会保留最低限度的资料，其余部分由机构成员像是 LSE 保存，包括了 Viva Report、 Viva 的口试委员姓名等等，明确地表示了 Viva 口试最重要的记录 Report 既不在 LSE 也不在伦敦大学。紧接着一名匿名为 Smiley 的柯南再度提出了有关蔡英文论文出版时间的问题。 Meerwether 女士答复是伦敦大学没有发表过这篇论文，因为大学没有从考官那里收到论文的纸本，并且再度建议请求者去参阅 LSE 的声明。另一名叫 Lee Sing Chen 则立刻提出了 LSE Council 声明没有保存任何有关博士相关资料，请问是否伦敦大学向 LSE 提供了相关资料呢？比方说 LSE 的 Rachel McGuire 他是怎么知道英文菜的口试日期呢？ Meerwether 女士的回答是，伦敦大学没有任何与 LSE 持有的关于英文菜的信息有关的资讯，我无法为您提供任何讯息来回答您对这个问题的提问。博士的授予的主要记录由成员机构持有，而不是伦敦大学。伦敦大学新的资讯官 Meerwether 这两个答复彻底推翻了 ICO 2021年6月11号那份关键的仲裁报告。第35点，伦敦大学告诉委员会持有论文考试报告及当年发行的合格论文。以及第37点，伦敦大学表示他声称他持有蔡总统口试及合格记录，而且可以确认已经授予学位。如果伦敦大学既没有出版过论文，也没有口试报告，他要如何声称并且建议 ICO 他们拥有蔡英文的合格学位记录呢？这不仅捏造事实，还造成了 Michael Richardson 公开蔡英文口试委员一审的败诉，涉及了伪证，也涉及了妨害司法公正罪。这背后最关键的两个人物正是2021年陆续离职的伦敦大学资料保护暨资讯法遵主管 Kit Good 以及时任 ICO 资讯委员的 Elizabeth Denham。 论文们考验的不只是台湾政客的道德底线，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价值。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显然不满足于伦敦大学的坦白，更进一步要求 ICO 纠正自己的错误。一名 Wen Ting 的柯南直接挑战了 ICO 2021年6月11号那份充满虚假讯息的仲裁报告，在 whatdotheyknow.com 当中要求 ICO 回复，请披露任何与 ICO 前专员的错误有关的会议记录，包括网络会议的录音、电子邮件的通信、本文报告以及决定通知的相关的结论。前任专员或者是案件调查员是否曾经要求伦敦大学的图书馆提供这个论文的争议项目的记录呢？如果不是，是为什么？图书馆员在电子邮件声明中明确地指出，在调查之前图书馆从未收到过。
前任的委员如何可以同意大学图书馆持有的原件在1980年代的中期到2010年代的某个时间丢失了，或者是放错地方了。在这个期间，图书馆发生了很多的结构性的变化，这是谁提供了虚假的信息以及时间的框架1980到2010年被搁置的信息。 ICO 新的资讯主管 John Edwards 2022年刚上任就碰到了烫手山芋，总统府连日来的沉默，论文门世纪丑闻已经走到最后一步，蔡英文的论文门防火墙已经开始出现了骨牌效应。林环江教授也在2022年1月17号出手，分别对伦敦大学以及 LSE 提出了三项质问，包括可能涉及教育部伪造的 PC Kennedy 文件，蔡英文所谓论文提交的正确时间，以及下架 LSE 声明的主张，要替这长达37年的世纪丑闻画下最完美的句点。即便论文丑闻海水就要退潮，但是台湾的司法却仍然傻傻缺乏道德勇气，继续扮演蔡英文的打手。我们有义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记录下每一场司法诉讼。这场论文门案外案，因为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张永慧法官一审判决被高院打脸之后，仍然坚持继续审判，
违反了台北地方法院分案原则，彭文正教授不得已在开庭的时候尿遁提告法官张永慧民事损害赔偿。官司重点是张永慧是否具有故意违法裁判，造成当事人的金钱及精神上的损失。审理的法官同是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的洪文慧法官。审理过程，洪文慧法官遵照程序正义，不仅让当事人彭文正视讯开庭，也在庭上操作电脑证实。张永慧的新闻稿尚未发布就被泄露给媒体。洪文慧法官甚至发文给台北地方法院，要求回复新闻稿发布流程，欲证明泄密的故意行为。洪文慧法官甚至主动调查当时的新闻发布情况，一切都按照原告的诉讼调查方法正常进行。即便希望渺茫，但是我们仍然抱有如果司法体系能够自省，或许台湾的司法还有一点点改革的可能。但是不意外，在2021年12月30号判决宣判仍然彭文正教授败诉，理由仍然是国赔法第13条，法官为特殊公务员的免责霸王条款，法官永远不会被就责的上帝条款，这种官官相护写入了法条的保证，正是台湾司法永远让人无法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台湾司法遇到了论文门，事实就会被扭曲。这项判决还有更多让人瞠目结舌的论点。第一，张永慧自作主张记载原告未主张的被告是否取得博士学位，这是为了配合当时蔡英文集团一再对媒体宣示有学位就有论文的大内宣，与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的声明是完全不同，这就是其中一项故意行为。即便被告张永慧也承认自作主张，法官洪文慧却认为这只是单纯的诉讼要旨，并非故意配合行为，判决内容亦无任何不雅轻蔑的言辞，客观上无出于恶意诋毁原告或以无故攻讦原告的目的。所以到底判决书怎么写才会出现不雅污蔑言辞？难不成是判决书上骂脏话吗？这判决理由根本就是在打稻草人。当时确认论文之诉的法律利益正是舆论争议的重点，媒体一面倒称彭文正不懂法律胡乱提告，同时等于侮辱了李振华律师和张静律师不懂法律。我们要追究的是法官故意自作主张，洪文慧却说自作主张没有恶意，根本就是在打稻草人脱罪。更何况整个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是为了反击蔡英文的提告妨害名誉的防御行为。就像一个经典的笑话，狮子跟斑马上了法庭，狮子控告斑马伤害，因为斑马在我要吃它的时候咬了我一口，最后法官判狮子胜诉。这就是台湾司法的现况。洪文慧法官还补充说，因为细征判决已经废弃，细征事件经发回台北地方法院而除去，损害既已除去，原告自不得由就所谓名誉权受侵害一节依民法第186条第一项前段规定请求被告赔偿。洪文慧法官的说法是，高院判决判彭文正胜诉已经将损害除去了，但是上诉高院是不得不为的自我救济行为，这怎么可以称一审的损害已经无赦呢？这就好像说医生开错刀，最后把你缝回去就没事了，因为反正缝回去了。我那请问病人白挨那一刀是活该倒霉吗？这项判决很多法律观点偏袒张永慧法官，除了同僚之间官官相护，背后还有很多明显来自上级的压力。比方说整起案件最关键的媒体新闻稿是否故意泄露给记者的部分，涉及到了台北地方法院的行政干预。洪文慧法官一开始曾经巨细靡遗的发文要求台北地方法院回应，
2021年10月8号，他很仔细的发文提出了五点要求。一，贵院法官张永慧是否制作或协助制作指接的新闻稿？该新闻稿中判决理由摘要是否张永慧法官制作或者是协助制作？如均否，请续明该新闻稿系何人制作及其职称。二，该新闻稿系贵院主动发送与各大媒体，亦或被动发送与向贵院探寻判决结果之媒体，所发送之媒体为何？如系被动发送，该判决既未先经公开审理及定期宣示，媒体如何得悉该判决作成？如系主动发送，请说明主动发送之理由或依据。第三，贵院发送新闻稿的时间为何时？该新闻稿刊载在贵院网站的时间又是何时？四，该新闻稿系以书面或者是电子档案的方式提供给媒体，有无直接提供原始新闻稿之电子档案给媒体呢？五，该新闻稿的原始电子档案如有留存，请复制简送。这五个问题直接指出，台北地方法院发出新闻稿之前就已经泄露给媒体报道，并且怀疑司法行政参与其中。洪慧法官不能不说，他完全没有胆识，敢直接发文挑战台北地方法院的行政体系。2021年的10月25号，台北地方法院回复洪文慧法官，大意的主旨是说，台北地方法院依照新闻发布作业要点执行作业，最关键的在解释那则新闻稿的发布时，公文是这样说的：本院108年度诉字第5590号109年1月15号上午判决公告之后，本院公共关系室依据上开新闻发布要点，就判决内容摘要重点制成新闻稿，在同日下午约3:54上传到司法院外网新闻稿专区，提供民众快速了解判决内容以及供媒体参采撰稿。民众及媒体均可查询在本院及司法院网站之主文公告而得知是否判决。至于媒体如何得知本件判决作成，并非本院所能答复。台北地方法院的说法显然避重就轻，他的意思是说，他强调一切都是依照新闻发布要点，制作判决新闻稿在下午3:54公布在网站上，至于记者怎么会提前知道，台北地院表示毫不知情。诡异的是，张永慧的律师也强调，张永慧并未协助制作新闻稿，这代表台北地方法院的公共关系室是与张永慧各自撰写判决理由及新闻稿。公共关系室居然可以依据上午的判决公告短短的几个字，却能详实的写出完整的判决理由，包括自作主张的被告是否取得博士学位这个不存在诉之声明的内容。这不是摆明了张永慧与公共关系室的上头有另一个判决的中央厨房吗？从洪文慧法官的提问，他清楚知道其中的不合理之处，但是最后他的判决仍然替所有人切割责任。判决书是这样写的：至制发新闻稿部分，因细争事件为媒体关注，请求公共关系室协助事件，系台北地方法院依司法院及所属机构新闻发布作业要点第3.1和3之规定，于细争判决上午公告，于同日下午3:54许上传到司法院外网新闻稿专区，并且应媒体记者的要求，就媒体关注案件于新闻稿发布的同时，通知国内纸本媒体及电子媒体司法线记者，并提供新闻稿书面及电子档。怪了，台北地方法院不是回复说，至于媒体如何得知本件判决作成，并非本院所能答复吗？洪文慧法官却帮忙缓颊，说是司法院应媒体记者要求，主动通知国内媒体，这明显是两造矛盾。
至于媒体如何提前得知，洪文慧法官是一字不敢提，只表示新闻稿并非被告张永慧所为，但文末却暗示了系出自于行政庭长之手。洪文慧法官将一个单一事件媒体提前得知判决切割成三个独立事件，理由书撰写、新闻稿发布、媒体得知，结果没有一个人需要负责。张永慧写理由书没有协助新闻稿制作，所以不关他的事。行政庭长在上午公告后写新闻稿，依据新闻发布要点发布新闻，所以他也没事。至于媒体如何得知详细内容，不晓得。这就是洪文慧法官判决的胡说八道的逻辑。事实上，洪文慧法官的判决暗示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无论是张永慧的判决理由自作主张、无中生有，还是行政庭长可以100%心灵相通写出与张永慧同样的新闻稿，或是媒体心电感应提前发布新闻，都是来自于同样一个中央厨房总统府，这样一切就合理了。这个案子我们一定会上诉到底，既然张永慧是无辜的，我们只好请行政庭长来说明，到底是从判决公告的哪一个部分文字可以得知那么多细节，而自由时报与三立新闻的记者是如何在司法院外网还未公告之前拿到如此详实的判决内容。如果司法不愿意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只好努力淘汰这样的司法官。2022年，这场世纪丑闻总算看见曙光。论文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伦敦大学坦承蔡英文的学术诈欺行为。随着伦敦政经学院率先跳船，伦敦大学也逐渐坦白，蔡英文的论文丑闻已经处于崩塌边缘。但是可惜的是，退潮的海水，论文们终究还是淹没了台湾的司法。没有一位行政司法官员愿意承担社会正义，挽救台湾最后的尊严。我们不会放弃追究所有的行政官员以及司法官的责任。论文们真相揭晓的那一天，就是台湾政治革新的起点。让我们一起努力。
假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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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假假假假假新闻，假新闻，假新闻，假新闻。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宇宙正经学院的同学呢，从最早开始追2019年9月份到现在90、11、12、4个月再加两个365天，已经超过了860天，堂堂要迈入900天。这就是我们在过去两年半来追论文们一步一脚印，真的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啊，真的要回首这个来时路，真的是一把辛酸泪，经历过太多太多的高山低谷，经历过太多的旷野，有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公平正义，上帝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纵容这么邪恶的人，这么邪恶的一个集团，在那里这个以假乱真，在这里一手遮天，在这里指鹿为马，在这里颠倒是非，没有答案，但是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表。所以我们一直在传道书中跟大家分享，也在跟大家分享万物都有定时。好，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一直追论文们，一直追，一直追得很深。像刚才我们这两集海外论文们99集，其实这已经属于宇宙正经学院的博士级的同学才会知道说，哦 ，Kit Good 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Louis Nado 这些在英国端的这几个涉嫌非常重大的人，他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我觉得这个背后一定是，当然有一个犯罪集团在主导这个剧本嘛，所以他才会让这个剧本在台湾在英国可以轮流上映，才会在台湾把我起诉的事情拿去英国说，你看制造假消息的人他已经接受法律的制裁，然后把这个东西做两面的操作。可是我说短暂的情况下他会达到他的目的，可是中期长期他是不会得逞的，因为这些东西你掩盖不了，到最后你看一个一个的在英国端跳船，英国一个一个揭露事实，英国伦敦大学的这一端，我现在讲伦敦大学当然包含了伦敦政经学院，它互相踢皮球嘛，这一端经过两年的时间都说这本论文是遗失了，到今天承认这恐怕不是真的，因为你不可能到处都遗失，连这个 microform 连这个微胶卷也遗失，连这个入馆的卡的目录都遗失，这么简单的道理两年前就应该承认了。所以我有时候说大家会禅，这个禅功有的时候还是会发挥效用的，不过禅功的过程当中呢，三不五时出手去戳他们一下也是有用的，因为他们这一些英国学校的这一些包庇犯罪的集团，有人是基于无奈，有人基于是无知，那他可能敬酒不吃得吃罚酒，不然他会觉得你们只是一群在网络上无聊没事干的酸民，那这不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三不五时的我们出一些重手还是有必要。所以我觉得跟英国这一端现在在整个战斗的过程当中，这个节奏时快时慢其实不是坏事，当然最后要将军的人必须是像我，像林焕强教授，像贺德芬老师这种本身带有被司法迫害，同时也被这一个整个论文门的受害者，到最后我还有另外的杀手锏，就是我本身已经是一个刑事犯的被告，而且是一个没有经过合法程序就通缉的人，我在全世界可以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一步一步来。那这个事情呢，可以有的事情可以快，有的事情快不得，有的事情是要单刀直入，有的地方呢是要群起围攻，我想这个节奏目前都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好，我有的时候看在网络上很多的朋友们，他们其实用很简单的方式整理整个论文们两年半来的心得，有的时候他们单刀直入的说法反而比我们在那里想东想西，在那边瞻前顾后左思右想，然后
担心这个又这个策略那个策略要来的直接。我就在网络上看到朋友们整理了论文们到现在，他说我随便拿出十点抓路边随便一个人懂不懂论文们，我把这十点告诉他，他们不相信都不行。好，我来看看这十点有没有道理啊。第一个，总统府记者会声称1982年蔡英文以财务困难退学 WD from cours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那么之后蔡英文没有重新注册缴费，没有，1982以后就没有了，1983缴费空白，1984缴费空白，他就不可能在1984年3月拿到博士学位。再来第二个，他如果真的在1984年的3月拿到博士学位，半年之后9月份政大申请教职的履历表的论文就不可能题目跟他在前面公开说的几个论文题目都不相同。第三个，英国伦敦大学有三处要收藏该博士论文的地方，再复习一次，一个叫做英国大学的总图书馆，叫做 Senate House Library， 另外一个就是伦敦大学专门收藏法学论文的图书馆，叫做 IALS， 叫做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把它翻成高等法律研究院之类的。第三个就是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经学院，当时的全称叫做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因为在1983年1984年伦敦政经学院只是一个学院，是隶属于伦敦大学，所以这个学院的图书馆也必须要拥有一份论文。其实我大胆的说了，法律系本身一定会跟同学要一份论文留档，我在 School of Journalism 跟 Mass Communication 我一样上缴一份给自己的系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结果三个地方通通都没有，几率是多少呢？各位自己算吧。第四个，涉及国家机密，教育部却将这个蔡英文申请教授生的论文封锁，以涉及国家机密，这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国家机密啊！这个37年前的论文谈什么关税不关税，这个跟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一个27岁的小女孩，她那个时候什么国家机密没有嘛？教育部却硬要把它封存30年，证明心虚不敢示人。第五个，2019年穿越时空出现所谓的1984年的博士论文，2019仅叫1984，这是35年的穿越时空，内文出现了至少444个错字，而且还有立可白，还有涂改，还有手写，证明这顶多就是拼凑的草稿而非最后的定稿，甚至呢是后来拼凑的，没有错，这就是后来拼凑的，哪一个年代拼凑哪一个东西我们都有科学的精准的鉴定，本身不是符合规格的最后论文，当然这不是，是毋庸置疑的。第六点，蔡英文呢跟总统府推给了 LSE， 是说一切都要以 LSE 的说法为主，结果2021年的11月底英国的 LSE 伦敦政经学院承认他们没有蔡英文的口试记录，那么蔡英文跟总统府危机处理立刻又把它推给了伦敦大学，结果还借由这个林炳书王力宏来围魏救赵。但是今年没有过多久，就在1月12号伦敦大学也宣布了没有蔡同学的论文，你要几个林炳书来救赵呢？你救得了吗？现在要弄谁呢？好，我们再来，林环江教授查证蔡英文的三张毕业证书，包括了 DCAR 执行长林玉清的证书，没有证书编号，都是假的。蔡集团于是心虚了，下架了 PTT 上面的证书相关资讯。第八点，英国伦敦大学1984年前后毕业生的名册没有蔡英文，导演吴念真跟蔡英文合出的《洋葱炒蛋跟小英便当》这本书拿来当成诈骗，后来证明里面说的话是假的，里面的照片也是假的。第九点，这么光宗耀祖的事却没有一张他穿了伦敦大学的博士服跟任何人照片，没有一张都没有。博士服的照片不论如何你家再穷去跟同学借来都会照一张相，他一张都没有。
第十，粗糙的专长在于宪法跟行政法跟国际哦，他说他捏造了一个非常粗糙的指导教授，刑法跟宪法跟行政法专长的，一点国际贸易经济都没有，这方面专长商业法专长都没有的 Michael Elliott 做指导老师。那么他看呢，这个 Michael Elliott 他之所以去掰这个故事，是因为看准了他已经过世了。他说这个故事呢，跟当年319枪击案唯一被这个警方认定为是凶嫌的陈义雄，没多久之后呢，就莫名其妙淹死了。他说这就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情节，这就是小老百姓，很简单，很单纯，不用了解太多内幕，也不用了解学位的授予，更不用去看英国的学业规定，单刀直入的整理出十点有关于蔡同学绝对是假博士的小老百姓的语言。好，今天呢 This is a note， 我们要来看一个奇怪的现象啊，在75页的上面第三行跟最后一行，我要来比较两个很特别的地方。75页上面第三行最后一个字是一个句点，我在节目中反复说过，蔡同学这个两头对齐的打字机碰到一个状况就会有 bug， 就是当你句点在最后面一行的最右边最后面的时候，它就会跳了一格空格，莫名其妙跳一个空格。所以你看75页的上面数来第三行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标点的关系，来看到75页的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字是一个逗点，这个逗点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很奇怪，他的这个两头对齐的打字机碰到句点在最后一个字，一行的最后一个字就会自动多扣一格，可是如果是逗点又恢复正常，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奇怪的打字机呢？我到现在没有答案，网友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答案哦，很多猜测我们都在会诊当中，谢谢大家每一个人的意见呢，我们都当成是福尔摩斯珍贵的线索，排入我们的线索资料库中反复的认证。经过这两年多来哦，我真的觉得我的工作已经不是媒体人，我几乎已经在做刑事科学鉴定，有时候在考验自己这个脑雾的这个脑袋，有的时候还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哈，只是有时候又觉得说我的人生干嘛要无聊到全力投入这个无聊人的犯罪的物证的细节枝微末节里面呢，这个未免太这个奇气小灾吧。不过后来我觉得上帝给了我一个声音哦，我觉得我一直得到一个鼓励，人的一生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的一生呢，这是曹操的短歌行说的，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那我们在这个很短暂的人生当中呢，与其嘻嘻哗哗，不如啊认真的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很认真的做到非常的深刻，这也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我慢慢体会到也许上帝要我做的就是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跟亮光，在传道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看这个集所有的权力荣华于一时的所罗门王，在传道书当中写了很多非常非常的有哲理的金句。传道书四章第一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啊，受欺压的流泪，没有人安慰欺压他们的人，有势力也没有人安慰他们。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世间就是这样，所以各位遭受到苦难的时候，不要唉声叹气，不要怨天尤人。传道书圣经上早就告诉你了，这个世上这一切在日光之下都有很多的欺压，而且受欺压的人流泪，没有人安慰，那欺压他们的人有势力，所以没有人安慰，这就是现实。不过没有关系，圣经在罗马书不断地提醒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跟大家共勉，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明天见。